没有消失。挖苦挖苦，厉害吧？有没有？这样就更有动力啊！就是我，没有家暴，外面没有女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请问一下，我玩什么牌可以玩到李明山跟你用这种的方式来对我？我只是跟你讲，今天新闻也不是我炒的，今天新闻是福哥下去炒的，还有更多黑暗的东西啊。其实我不想要在，我真的也不想要在这个上面去讲。我没有消失。挖苦挖苦，新闻讲的有错吗？我觉得基本上也没有错，可是起码上今天这一件新闻上已经坐实了一件事情了，就是我没有家暴，外面没有女人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他新闻一开始是怎么炒的啊？王董玩牌屡劝不听，请问一下，我玩什么牌可以玩到李明山跟你用这种的方式来对我？我跟你讲，你们支持丢妹的人，我跟你讲，我相信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的客人也好，还是你是吃瓜的也好，还是其他直播台的也好，我相信你们变相的是欣赏丢妹的，或是爱丢妹的，也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。所以我12月31天的十场直播，我没有讲过任何一个字丢妹的不是，丢妹的不好，即使我现在面对的委屈再大再多都一样。今天我跟你们结婚，我们的感情，你遇到了任何的问题，还是你觉得我有问题的前提下，你遇到了冰点，你想要不想要维持这一段婚姻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装可怜呢、啊。我只是跟你讲，今天新闻也不是我炒的，今天新闻是福哥下去炒的，又不是我要想把这件事情搬到台面上直来讲。周边的人也都知道了，我在家里的地位基本上是零了，这个是全世界公认的。这个不要说我在演，我员工就最少80个人，每一个都可以开口问了。哪一个不知道他是强势的那一个？我家里的不管两间房子也好，车子也好，哪一个不是李明山他一句话，就是他一句话，不是吗？今天让这件事情浪费了社会资源，不是我造就的。还有更多黑暗的东西啊！其实我不想要在，我真的也不想要在这个上面去讲。